大家好，我是小曼，我现在人在杭州。哎呀，开了一夜车，总算到杭州了。现在刚刚起来，我们去那个带着小曼去做个头发，我表妹那边去做，就蹭个头发啊。对，我表妹好久没见面了，她在那边开理发店，走。别到时候去了不认人。Thank you.
我们出发了。